这个小姐姐好可爱啊。就很快的几分钟就好了，非常好，可以走对着镜头做一下。长得好看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没有抵抗力了。拍得好吗？拍得可以吧？挺好的。抖音。街头摄影师，就能不能给你拍几张照片？你看，我们是那个做抖音的，叫陌生模特，行吧，这也没到1000多万，100多万。这你都演的？没有，我也快回家了，看到你忙了，很有感觉，想给你拍几张。马上走，马上到了。For me， 咱们试拍一下吧。上手，看我。I'm feeling good。 抖音。这个摄影师能不能给你拍一张照片？哇，不知道吗？照片也不值得拍照。我上去给你拍。我觉得你很有特色，很有感觉，拍照肯定会很好看。我要劝导朋友吃饭。不会说图了吧？会说图了。你确定吗？像我这只正品 Max 60多。抖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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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外国人还是？是中国人。咱们就出了地铁在附近拍。好，那就算是最小的地方。抖音。到时候拍几张照片，然后发上，大概10个钟，感觉挺好看的，很远就拍的。他这色号还挺不错的。他那个 YSL 水溶色号超火的，好吧，在德物上才200多，还保值。马上直接还有活动，赶紧下手吧。抖音。我刚刚在那边看，挺好看的，想给你拍一张照片。我是建筑系，刚刚留过那个拍照，不是大街上拍，我是正经摄影抖音。